拜拜，拜拜。7月13日，曾志伟、罗家英、汪明荃夫妇及许志安等一众明星足球队成员现身机场，前往俄罗斯观看世界杯决赛。同时，此次前往也是为 VOTV 拍节目。至于可会担心引起无线电视台的不满，作为领队的曾志伟对此就做了解释。我觉得无所谓，就一大早已经打了招呼，因为这次的是完全是VO 他们请我们明星球队过去，这么多人的飞机票啊，注视，还有最难的是开幕跟决赛的门票嘛，对吧？既然人家付了那么多东西，我们总要付出一点嘛，所以上上节目我觉得现在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了。这位哥并非首次率领明星足球队去国外看世界杯，他表示这次也肯定会带队员们去当地吃喝玩乐。提到先行的谭咏麟在俄罗斯遇到谢霆锋，这位哥就十分逗趣说道，霆锋也在，那好啊，那开幕了有陈奕迅，现在 ending 有这个决赛有霆锋，希望霆锋能够煮一餐东西给我们吃的就更好了。佳音哥又可以跟阿姐作伴去看球赛，感到很兴奋，他直言不怕影响阿姐跟无线的友好关系。他都不是用艺员的身份去，他是用我罗太太的身份去看球赛嘛，我都可以带我太太去的嘛，他的身份比较复杂嘛。提起俄罗斯世界杯，现场有很多美女，到时可会趁阿姐不注意时多看两眼。佳音哥也很幽默地做了回应。是吗？是吗？对啊，很多很多美女的吗？俄罗斯，这个我都不太清楚了。如果有我就多看几眼了。那你敢看阿姐身边？如果她不看我，我就去看其他的。快左手边啦，唔该。拧转面睇。非凡娱乐，香港报道。